Go， 出发，出发，军团战场嚟啦！唔好播呢声啦，播呢、這个。你好啊，兄弟，收团员。你唔系话要我行嘅 ？OK， 我哋玩下军团战场。喂，咩嚟噶？哇，你咁快喺度嘅？参战？点样参战法？点样玩咁样？哦，加入队伍啊？咩啊？哦，系咪每一队？喂，大镬！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同一队啊？喂，咪住，可唔可以收翻支旗啊？都唔系噶。喂，咪住先，我入埋你先。边个？睇下先。等先，我你哋加埋同一队啦，系嘛？你哋系咪你系咪已经加晒啦？所有？边个有二嘅就加过去啦，又系。即加呢个啦，仲有十四秒加呢、這个，我装翻文装先。咁啊咁啊咁啊，分散咗，系咯？咦咦，而家又得咯？我方二十吓，就系咁呀？就系咁呀？我又翻嚟咯，喂，抢旗。哎，等啊！咩事啊？你 game， 哦，你得到四十积分喎、哦，我啲劲好玩喎、啊，你 game， 我哋对咩都唔知喎、啊，你噶，白痴你 game， 对面冇人拣旗当自动嘅，啊，应该系哦。赢紧，我觉得应该系咧。如果对面拣我哋同一支旗咧，跟住就会打，边个赢咗就攞分咁样。其实我哋每一队唔系、哦，咁样讲，其实我哋每边咧，每边应该最好三个三个咁分啊。OK OK， 咁我大约知道，如果咁样玩嘅话，咁可能每边三个，又或者点样啊？又或者有一个特别五个，咁可能就可以赢嗰一场。如果对面有拣嘅话，喂，咁我哋分开三个先。一阵我惊咧，对面如果拣咗条我哋冇人嘅，咁佢就会赢。我哋二二一，跟住呢度再拣一个，系啦，咁啊啱啦。我补一个喺呢度啊。好，拣咗旗嗰啲就企喺嗰个位度啦，咁啊方便分啲咯，唔使行嚟行去。咁样应该系咁，但系对面我都唔知道对面咩人，咁玩咩啊？我对面打咩人我都唔知道、啊，应该就系咁打啦。但系我连对面系咩人都未知道、啊，咁点玩啊？我就要咁样揿廿分钟啊！你认真吗？我就要咁样揿廿分钟，你会唔会太好玩啊？你 game， 我不如叫埋我人入嚟揿算啦。唉。好好玩喎、啊！呢、這个 game 唔使挂机玩成日，玩廿五分钟噶喎，真系唔系讲笑，劲好玩喎、啊！呢、這个 game， 哎呀我的天啊！呢mouse game， 点击游戏呢个 game 嚟？哎 ，Oh my god！ 连对面军团系边个都唔知道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哋攞到冠军都唔错咁样，即系如果可以攞到好嘅奖品，系啦，咁我哋试下睇攞唔攞到好嘅奖品咯。顶呢只系咪倾偈 game 嚟噶？一男一女揾支旗插喺地区倾偈喎，呢次 OK 喎。唉，宣传下先，叫咩啊？联谊活动啊！咁第一个三十分钟啲休息时间，而家成战有问题。准备嘢啦，冇问题。
哎呀，好笑啊！哎呀，笑死我啦！但系好玩啊，呢个活动实在，唉，不得了。